好，歡迎收看呢節新聞，我劉子鳳。本港今日新增一宗輸入個案，佢尋日由菲律賓抵港。新增個案係25歲女人，冇病徵，喺菲律賓居住。累計確診個案1107宗，而本地個案就連續第3日零確診。至於六全樓方面，衛生防護中心收翻1382個深喉唾液樣本樽，除咗早前確診嘅個案，以及部分有滲漏要再交。剩低嘅1373個樣本都係陰性。政府委任嘅專家組成員袁國勇話：唔排除病毒經抽氣線傳播到樓上嘅其他單位，又認為增加檢測量先至能夠有效咁揾到隱性傳播鏈。請晴峰報導。